这是这个青春楼，邢台这儿青春楼，这都是仿古建筑。这边今天天阴沉沉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，今天有雪。看看天儿也不是很冷啊，这天哪来雪？哎呀，这里这天下这个雪，落地上也化。嗯，哎呀，这是青春楼，然后这儿是那个大风车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干了也是不少年了，然后今天过来售后。今天是2020年1月4号，哎，我看一下手机，我操，没拿手机，郁闷了。反正这是2020年的第一场雪，今年冬天基本上没下雪。哎呀，一下雪天气就潮湿，没有那么干燥了。对于人来说，其实是件好事吧。好多年没从这条路上走过了，我记着上一回来这条路还是很多年前的夏天。哎呀，这都成白色了，这雪要大晚上下就好了，没人出来，车也不出来，而且晚上的天气也冷，这样的话早晨一起来就是一片白茫茫。现在这一边下一边化，哎，真是下完了也都化完了。哎，雪下大了，其实淋雪的感觉其实也挺爽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雪一边下一边化了。啊，天儿下雪喽，一边下一边化，可惜了。哎，就这吧，回公司。雨下大，哎，不是雨下，雪下大了。啊，地上渐渐的已经发白了。如果空气再冷点的话，应该下班的时候地上能变成白色。那个天阴沉沉啊。啊，怕一年的雪，好操，这到第二年，2020年夏天啊，啊，下大了，哎。天气不好，这个阴光线不好的时候，我发现这 GoPro 拍摄出来的效果还不如手机拍出来的效果好了。刚才是用 2.7K， 我现在换了是 4K 4:3的分辨率进行拍摄。2002年的第一，2019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来的都要晚一些，赶到2020年了才开始下。哎呀，
算是一片白茫茫了。哎呀，盼了一年的雪，总算盼过呀！啊，赶快回公司啊！这雪下来确实有点大。啊，不过这地方天气还是不冷，这地上的好多地方都化了。回公司。